怎么了？让我好像那个，唐三藏。他要小狗狗。哎呀，死了！要买多一只洗。换洗小狗狗是不是？困的嘞。那把手。老鼠，你带着小妖精走开。你知道爸爸要带你去哪里吗？他两件过吗？其实还是我大头件外面套的就行了。你知道爸爸要带你去哪里吗？为什么这么尴尬？今天的开场白。所以我们今天去哪里啊？我是传说中的幼稚园。幼稚园。完全没有在状态。呆。呆。啊，他笑了。小呆瓜。要垫回自己本来的尿布。给你垫回去。嗯，好了。狗狗呢？狗狗在哪里呀？家里那只狗不理你，你找这只狗是不？嗯，那刚才的只是鹦鹉。是鹦鹉在那里啊？鹉？好像不是，不是有福建人是这样说。真的吗？我的上学记，你哎，乐妈，你不是说让乐爸六岁才去读书的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幼儿园是方爸的朋友的老婆开的，他之前是也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了。有出现吗？有啊，我好像是曾经出现过一次。我们师从哈佛学姐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一等上学，全家备战。我发现你的裤子跟你的衣服是同一个质地的。那怎么办？那会像一套吗？哎呦！哎呦！爸爸摸摸好不好？什么？什么车呢？我啦。怎么看？感觉你越活越年纪呢。怎么？羡慕啊？怎么去幼儿园？感觉你春风满面的样子啊？羡慕不来，你羡慕不来。我想不到，就是你听我说。怎么来了吧？怎么了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你回来，你回来。有没有？忘记有没有男的老师？有啊，体能课老师是男的吗？这个仔呢？这个仔呢？可以贴贴吗？爸爸，可贴贴怎么贴贴的？怎么贴贴的？爸爸好不好？来，好好把这个搞尴尬。啊，很有笑。哎，这是你亲亲呐、啊？啊，那你们好得意啊，好可爱。等一米会吃沙了不？你会尿尿？你会尿尿吗？好像唔够高哦。哦，有可，哦呢、这个高啲噶嘛，系咯，少少班嘅会矮啲，因为中。哇！哇！好叻叻喎。嗯，好，妈妈。嗯，好。嗯。加油！加油！快到了。加油加油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！
走吧，加油。啊，哦，棒棒，这边继续鼓掌。妈妈你干，啊，姐姐是个二姨，哎呦呦呦呦，到了姐姐。怎么会带姐姐啊？姐姐啊，人家冷水鱼啊。哦，姐姐冷水锅。哦，冷水锅。这我不得会放鱿鱼我。他搞笑，他玩得好开心。他已经唔记得咗你啦。我中意同小朋友一齐玩啊。好搞笑，蜘蛛球，蜘蛛球，小心点哦，我睇你都挺喜欢啊，小宝，你好一个，橘子是那个南区的，南区那个羊角你做咩撩八卦？小朋友，你去啊！嗱，俾个凳你哋啦。嗱，好开心啊，这么玩的我都很放心，自来熟，没事乖得意的，哎，啊，走啦！你看，走啦，放学了，放学了，走啦，走啦！好了好了，哎呦，你好啊！因为上幼儿园，因为离开幼儿园而嗷嗷大哭。你和老师说拜拜好不好啊？说拜拜。我们要走了，下次再来好不好？走。他不肯走。猜猜老师带你去门口好不好？走了，你走吧。不走。走啊！走了好吗？走啦。走啦。哎。你看看哥哥也回家了呀，放学了，明天再来，下次再来好不好？啊，下次再来见蔡老师好啊，拜拜、okay. 拜拜飞吻呐，飞吻，好搞笑，拜拜啦，拜拜啦，好不好？拜拜啦。干嘛啊？接手了，接手我们都用脚啊，可还？你是什么想法？我来采访一下你。挺好的，我觉得他会成长得很快，就是跟同龄人会学习很快。你会哭吗？我不会。你不要看我现在嘴硬，我不会。然后，背对着，然后就是那个到时候那个戏，你记得要这样拍，就是老父亲落寞的那个背景，然后走那个很伤心的走那个马路，还有没有红绿灯的马路，然后之后坐在车上爆哭，然后跟抱着阿米，你记住了，到时候一定要这样拍。这里。适应嘛，他适应啊，对啊，他都不想走，你还会担心吗？你刚跟大家说一下你以前的顾虑。我以前顾虑就是怕他被人欺负，但我发现他刚才被人逗完以后，他那个叫什么，怒气冲冲的找其他东西发泄，他又不会跟人家那个叫什么杠上，对啊，他又不会跟人家杠上，挺好。
这里有时差，妈妈可以去接他。